别太得意忘形了。超时空暗之焰拳。我也差不多该退场了，接下来就让他们陪你玩吧。这就结束了吗？你还是我们认识的黑熊浪吗？怎么还有那么多只黑猩猩？黑猩猩？你骂谁黑猩猩呢？暗焰螺旋拳！为啥？我们得想办法让黑熊浪想起我们。看来只能拿出他痛苦的回忆刺激一下他了。看到他，你多少有点回忆了。我这么聪明，怎么可能考零分？为什么你每次都能拿出黑熊浪的零分试卷？因为他每次考零分，都会把试卷藏到我的书包。你为什么要这么愤怒的和黑猩战斗？因为黑猩伤害了我的朋友。没错，我只是为了救我的朋友而已。还得是你啊，老爷。希望有效果。没想到你们居然能唤醒黑化状态下的哈小浪，居然分出了一个哈小浪。你谁啊？我就是你呀、啊！都怪你们把哈小浪唤醒了，不许伤害我的朋友。我们还会见面的，谁要和你再见面？哈小浪，墨鱼啊，星雪飞舞，雪之治愈术都结束了吗？有墨鱼儿的星雪飞舞，他们应该安全了。那我们怎么下去啊？超能改造，降落伞。好像有点慢。这下终于集齐12枚黑化星辉的能量了。这么强的力量上交给黑昼王，会不会太可惜了？恭喜黑猩大人，你们还活着。对对对，我们一直躲起来看您英姿飒爽的战斗呢。既然收集齐了12枚黑化星辉的能量，那我们就可以回去自己的星球了。还不行，还得把它交给黑昼王，然后黑昼王就会给我们很多奖。我要与这股强大的力量融合，成为比黑昼王更强的宇宙统治者。不！